那之前想说来都来到峨眉山了，去体验一下峨眉武术，然后就上网找哦，网上资料超少，几乎没有，然后找到大概也都是那种夏令营，就给小朋友去的那一种。其中一个找到的资讯就是在大佛禅院那边有课程啦，所以前几天就跑到大佛禅院那边去看，然后现场就一样都是小朋友在学拳，然后就跑到办公室里面问说，有没有成人可以体验的课程，就没人说哦，现在没有成人体验课哦。然后现场工作人员就马上打电话帮我问一下另外一个师傅，看那个师傅有没有空。那没想到那个师傅就是我现在峨眉武术的推广人，然后就跟他约时间，就从峨眉山下山之后再去找他。今天是第一天啊，第一天就师傅就帮我介绍有关峨眉武术的东西。就从它的起源啊，它的特色啊，还有它一些在推广上面的经验跟困难，所以这支影片的内容可能比较丰富啊，所以对于峨眉武术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峨眉派是一个大派，峨眉武术它是在整个。不是说单独的只有我们这个峨眉山，峨眉武术是从峨眉山，然后流传于整个巴蜀大地，然后这个才呈现出一大派系出来。但是在我们四川啊，就说这个武术，它这个项目太多，因为四川自古以来它是一个移民地，它的历史上它有很多次战乱，它的人口啊，它基本上都是外来文化。我们四川的话呢。多数是陕西啊、湖南啊、广东那边过来的人，到这个四川来的。他也是一个，来自多民族多地的文化，的一个汇聚点。所以说四川，所以说主要是有峨眉拳、峨眉剑、峨眉枪、峨眉卷、峨眉拳、峨眉拳、峨眉枪、峨眉刺，啊，这些他在历史上的话呢，他都有名。还有峨眉通拳，一个是师徒玄宗创立的峨眉通拳，一个是德元长老做的峨眉拳术，一个是南宋的那个白云禅师做的峨眉十二转功，还有这个峨眉剑，李真法师在清音阁的那个峨眉剑，还有明代无数守备路上面所做的峨眉枪，他都很知名。但是这些东西呢，现在要去他找回来都很难。再加之你四川又是个移民地。这个战乱啊，可能丧失啊，各方面丢失啊，都很多，所以说你要找回原本原来的东西就很难，就很难。基本上可能就是这个峨眉武术的一个基本现状。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峨眉武术的宣传啊，各方面的话呢，不及于你像那个少林武当。你看少林有少林寺，还有什么风中少林啊，还有等等的片子。影片、影视作品呈现出来。好，那么武当山，那么你看太极张三丰，还有武当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片子，人家呈现出来，人家吸引力很高。那么峨眉武术呢？你都没看见过吧？就缺少了一个那个文学的作品，文学作品。但是现在呢，是各大媒体在推，但是还不如那个直观的影视作品来推。你看一个叶问。李春泉风靡世界，对不对？那么我们峨眉应该推什么？推一个就是峨眉武术里面比较有，比如说像师徒玄功，他就是我们峨眉派的鼻祖，他创编的通眉拳，实际上就应该根据这个来，应该来这怎样一个影视作品，然后来怎么样去推崇他，这样的就可能的那个力度就更大。我觉得哈，我们的峨眉武术应该说起的早的是1929年，当时一个。叫做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他就写的是峨眉山的一个剑侠，但那个时候他呈现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要哭着要到峨眉山来学剑。他那个影视作品，他的那个轰动性，他那个效应，他就非常好。但是后头呢，变到金庸武侠小说的全是灭绝师太、周芷若那部女子那个，就全是那个虚拟的作品了。那个推出来呢，但是就是一个反面的一个形象，就不是一个正派的一个形象，就是一个反派的形象。一说到峨眉武术，就联想到什么灭绝师太啊、周芷若啊这些，他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他还得要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宣传，峨眉武术是什么样的。但是现在这个牌子呢，它逐步的通过各种媒体啊，那个你们台湾电视台也过来过几次，然后呢，我们的央视媒体、四川媒体，在一直在不停的宣传报道这个峨眉武术，这样的话呢，整个峨眉武术，还有近段时间比较火的一个。凌云，你知不知道？我看到是抖音上面，抖音上他蛮火的，对不对？但是他那个火很好，把我们的这个峨眉武术宣传出去。他那么宣传出去的话，那么就相反来说，有很多人就想了，少林、武当、峨眉、中华武术三大流派，所以说他们也现在有过去年全部都到少林寺那边去了。现在少林那边到那里习武练，习练群体特别多。然后过了现在武当山现在也发展得很好，但就是现在峨眉这个地方，实际上我们这里还比较弱。那我想了解是，那峨眉它在武术上面，它跟其他的学法不一样的特色是什么？它整个峨眉武术哈，它应该说和它的地域位置、地质地貌和所有人的生理特征。和性格特征这些方面有很大的直接关系。在远古的时期，特别是我们说的，它的实际上我们这个是蛮荒之地。过去是蛮荒之地是什么？就是说它是少数民族的。它过去少数民族的人的话，他的性情的话呢，都是英勇善战，它是在这个。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蛮荒的话，主要是指所以是移除这个地方。他过去的这个村，你像那个重庆那边是八人，八人在华阳国这里面就记载了，八人的性格性情都是很暴躁的。但是这些人，他从远古时期来看的话呢，他们都有一个，我觉得不光是说是现在人，可能是变成现在随便哪一个人都会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在原始部落那个时候，他是人少兽多，他是靠捕猎为生。你这个人呢，要生存，你肯定就是要，对对对，就要去怎么样去怎么样捕猎物，是从这样一个转变而来的，转变过来的那个人。但是我们这里呢，他因为是人的生理特征，他各自来想，这是和四川人的那个生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说我们这里的人，他不像北方人，他是生长在伊马群中。而我们这里的人生长在什么崇山峻岭当中，他过去是这个到处都是说崇山峻岭，而且过去四川的话是蒙古文化、老虎文化。我觉得来到这里，来到四川，特别是那个时候什么，他们进入四川来的时候，四川的人口非常非常的少，但是蒙古来的人基本上很多都被老虎吃掉。武术。它和当地的这个人的生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再一个就是它和这个就是，地质地貌，它有非常密切。说北方人的打拳和我们四川人的打拳，实际上过去呢来讲的话呢，他们说这个四川人的话呢是这个穿号子，溜得快，当然我说这个也是一个呢。还有呢，他们把这个武术称为是超扁挂。武术超扁挂是什么意思？扁挂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说的是，就是说，以前把这个武术就是练功夫的人，他说是超扁挂，这是四川人说的。扁挂的意思就是说，肯定就说你这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不可能是正面和对方两个那个的，你正面是暴露的太多，所以说在那个扁挂的话呢，就是身体是扁的，和对方的话是侧身站立的一个进攻架势。是手肯定不停的在云手啊，或者是什么挂啊这些来和对方两个交手，是这样一个定律。肯定的话呢，他还有和高大威猛勇猛的人来讲的话，他怎么样去避开对方的锋芒，肯定就是要来回的穿梭。这个来回的穿梭就适合于四川，他的崇山峻岭生活当中的一个人呢，还有。他练就了一副好的一个什么呢？稳健，这就是四川人的一个属性，他的行拳里面也是这个，所以说他就是肯定就是说，善走圆嘛，
然后走圈啊，走圆啊，这些手画符啊，这些主要是从这个方面的。第二就是我们的那个北方的拳，它就是比较直来直去的嘛，是这样一个定律。知道这边有一些什么武林风啊？啊，对呀、啊，我们的你比如说那个少林那边他们做了那个，但是在我们国内做这个赛事的话呢，有点难度，做不起来，不像在国外他就比较做得起来，人家他们做的，因为你毕竟我们这个国情嘛，啊，还是不能赌博，不能赌博，哎，对，为什么我们这里做了有很多做了这个专业的就是这个赛事的话，基本上做不动，做不动，都要赔本，如果准许这些什么商业的模式进入的话，他就有生命力。如果没有商业的那个模式，他就没有起来。你所以说我们这里做，凡是做这个搏击赛事的这种的话，他都有点难过。啊，我们这边做过那个成都的一个美甲侠，做那个峨眉传奇，做了几期，但是最后的话还是这个牌子还是没有保得住。没保得住的原因，还是后来他到了那个到泰国去做了几场，后来到那个马来西亚嘛是那边就做了几场，但到那边做的就好一些，但是在这边的国内来做的不行。售票的话呢，几乎没有观众的热度，没有观众，只有少数热爱这个搏击类的人，他来愿意出高价钱，他都愿意来看，他就很有那个难度。所以说很多赛事的话都是官方在做，那个民营组织的话呢都很难，亏本。是，我看那个峨眉传奇还有个昆仑决，昆仑决在峨眉打过一场，当时是美国那个陈昭辉他们过来的，陈昭辉也是我们原来四川的成都体院的一个老师的孩子，他们到美国去做的，后来他就把这个市场想搬回来国内来做，就用。所以话有武林风跟昆仑决都做不起来，但是有很多人也想把这个做起来。那我们四川上次有马玉娇在成都搞一次，结果自己又没申请，自己整，结果就把人打死一个了白起。当然搞这个呢，对抗性呢肯定有点风险的，但风险呢怎么样去规避它？这个是，但不是说出了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项目就觉得说有问题，那也是不是哈？那走路还要摔跤摔死人呢，就看几率嘛，对不对吧？所以说，但是有些时候呢，作为领导的那个思考的话，你说怎么样去制定好游戏规则，怎么样去规避这些不利的因素，或者是怎么样去消除？但是一旦出现，那么这个事情应该有一个正当的解决办法，就比较好，不是说这个项目就不能够发展。因为武术嘛，它毕竟就有打斗的东西，就有伤害的事情，那么有伤害的事情我们怎样去看待这个问题，这个才是一个发展。如果说怕出事，就把它否定了，那个你这个是你这个就没法和事件结果。这是这样的运动还是有伤害，对，运动就有伤害的，但是不能够说因为有伤害的你就可以把它停止，但是在我们这里还曾经出现有的学校校领导的话有些很奇葩的事情，踢足球手就要掰断了，干脆就不踢足球了，最后你把足球装装给锯了你那个发展你怎么发展？全部都坐在教室乖乖读书对就这样，现在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徐你这边有蛮适合可以做成包套的，就是没有住宿，对，就是没有住宿，这里面有住宿啊，里面有餐饮，对啊，住宿餐饮全部都是配套的那一些，对啊，所以说下一步我想把这个峨眉武术的旅游做起来，就在这里，对啊，那我觉得是蛮适合的，还有个峨眉武术的养生把它做起来，等于我去泰国打拳的时候他们就会有那种是包住宿的他就住在拳馆里面，对你在住在拳馆里面，然后你要打拳的时候你就到楼下打完拳之后他可能也会有一些餐饮服务，你就吃个饭然后休息一下
那下午就看你要出去哪里观光，就去观光。那边做得好哈、哦。嗯，那边做得好。对啊，对啊。那、啊、泰拳他们也是一样，也是他们传统武术嘛。嗯，对啊，那他们也是之前可能都是真的上台打打杀杀的。对对对对。对啊，主要是两个搏击的。对啊，那可是他们现在，他们现在为了推广，就把它推成是像体育这样子。但是他们那个练功很苦。哦，对。啊，坐我这个小车。哦，面的其实收集资料，就好比说今天我们两个在这里摆摊，峨眉武术一样的，你就会把它整理成书啊，怎么样的？哎，对呀、啊，可以啊，然后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来做。想就是记录一下，但如果真的要把它整理成书，不太花时间，肯定花时间。我要静下心来，坐在屋里就不出门了。对啊，我的工作室在这里，政府给我建的一个工作室。很丰富啊！啊，很丰富啊！这就是我很小的时候了，70年代的时候。还早了，70年就开始。这个是我们这个大和尚。嗯。峨眉山佛教协会的。这个是来年到台湾去的时候。哦。这个是到新加坡去的时候。新加坡去的时候。要了。去了很多地方。还是没有。这边全部都是哦。全部都是我的。去的这里，就是一圈。哦，那就变成一个是文化馆这样。哎，对。峨眉武术的传承谱系，那个传承人，那个是明代的道人全图。东森电视台，台湾的。来过。好噻，我听到你，我说你，你政府派出去的。我那个，你去吧。这个是我们这个。他写的书，你看，强健身体，看到没有？有蒋中正，蒋中正，对，给他亲自提示的。峨眉武术的，他八术馆的。走吧，今天我们去禅院吃饭吧。没有，我要回去。我今天酒店要先退房。你要先酒店退房？对啊，对啊。哦，我是在禅院吃饭。没有，他中午之前要退房的。哦，中午就要退房的。哦，要不然我在那个禅院街带你去带禅院街把饭吃掉。他的禅院吃饭是吃素菜，素跟蔬菜。可以啊，因为就之前蛮常吃素的。蛮吃素，去不去吧？对啊。去不去？要去。我还是酒店要先处理掉。啊，先处理掉。那行，那我们明天早上见，好不好？好好。行。没有，那如果是费用的话，费用的话。费用就不要去考虑，我们就是要做出一个缘分啊，随意就行了。OK， 好不好？好，他又不是承担这个费用的问题啊。哦，对不对？我们就是一个缘分嘛，好不好？好好好，好的，谢谢师傅。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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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